现在综合接待办，他忙到这种程度，连话都不让人说。还有，什么事吗？六七点有空吗？下班时间你也要跟进案子吗？你不是要向我科普网红餐厅吗？我等着呢。你这是要制造话题啊，温医生。什么话题？一早上你都没听说吗？医院都传疯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澄清一下？ 那个，谣言就像短暂的神经麻痹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何必在意？我倒觉得它像个肿瘤，不割掉它你就不怕变异吗？有进步吧？都能用医学术语解决了。我可没开玩笑，我还是个新人，让大家误会我们不好吧？ 你不该去解释清楚，并且与我保持距离吗？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保持距离，我不同意。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去结束这个谣言。真的吗？那你欠我一个人情。现在啊，已经有 A。 你认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温医生，有事儿啊？哦，有人送锦旗给从容，正好我叔叔捎过来。从容人呢？跟我请了个假，说有急事儿，然后匆匆忙忙就走了。 电脑还开着呢。喜欢同意。我怀疑大爷退钱是为了别的目的，那公司真不像什么正经公司，居然开在医院附近的菜场后面。严主任。 这附近有菜场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名律师。我通过工商局的公开信息查到了这个保健品公司的备案，这是一家数得更名，以骗取养老金为目的的骗子公司，请大家一分钱都不要给他们。怎么是这样的？没事，这就没事，过来，没事，这就。去年。 这家公司被查封，改名喜欢同，他们标价38000到2500，成本不到1000块，是在完全没有自己的小作坊里生产的。还有按摩店、泡脚桶也都是3000到5000。你想关了？
数脸吗？啊，走，过来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运气好，搅和别人生意，完了还能金蝉脱壳啊？啊？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。情节严重，构成故意伤害罪的，可判刑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听清。我说我已经报警了。哦，那你得快点了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跟女孩动粗算什么本事？我是医生，知道打哪儿疼还死不了人。我伤口疼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我可不想约见，您自己弄吧。我来吧。疼吗？不疼。那你刚刚什么？想看看你会不会心疼。人和人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不断建立边界，又忍不住试探、推翻。主动出击的一方向着空中划出一根火柴，寄希望于那一点微光，来看清对面真心的形状。林大爷，